大家好，我是魏听。首先，苏利扬两局不敌大波夫，止步16强。首局开局，双方比分互相拉锯至9平后，大波波夫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大波波夫在13平后拉开比分，一路领先，以21-16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大波波夫打了一波7-2后，以11-6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大波波夫保持优势，打了一波10-9，也是1-15拿下比赛。